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阅文慢镜头，我是叶修。如果喜欢，就把这一切当作是荣耀，而不是炫耀。没有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这里呢是我们全职高手动画的录音现场。放心，我会回来的。休息一年，然后回来。手刹我不行，练级没时间。装备就不必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点稀有材料，强力蛛丝72，一个白舞女的密银吊坠，八个白狼的利齿，多吧？我还想要10根白狼毫呢。这不错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疯了吧？那俩可是菜鸟，他一个人输出再强，能强过咱们几十号人？有点没接上。哦，就那个，还是那个吐槽的那劲儿，再好嘞，再多一点。疯了吧？那俩可是菜鸟，他一个人输出再强，能强过咱们几十号人？妈的，这还是之前那三只菜鸟吗？调怎么起了一点点，好吧？兄弟，不是你这压得太低了。兄弟，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差不多。那个兄弟还可以再起来，就是你们俩距离。兄弟，现在距离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啊，距离是有距离的啊。好的。哎，他们来帮忙了。兄弟，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哎，为什么一路就有调了呢？你也太纯天然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兄弟，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哎，他们来帮忙了。兄弟，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后边挺好，就那个兄弟。兄弟，兄弟没有那个距离感。哦，就喊出来是吧？你想象一下，你看那个包子和你距离好像还有挺远的。兄弟，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差不多。哎，他们来帮忙了。兄弟，好。兄弟，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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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差不多。